对，没办法。这把好身份啊，但是，这把好身份，我巨好，我铁好人。这把好身份，铁好人，好身份，好吧，好身份。好 ，Hello。我们四个可以抱团吧？我这把我就做任务啊，也不大，我做任务可以，就做任务，可以保我一下吧？就做任务，可保，一起一起。我们我不想做了，我们四个在一起，我们四个在一起，你怕什么？你说，我们四个人，我觉得你总不能第三把还是狼吧？从概率学上来讲的话，几率非常的低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讲。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从概率学上来讲，最多4%。宝宝。我相信你，我觉得你在做任务。大三一看到我就不好，跟大毛，大毛，我们走吧。大毛黑皮，我们走。OK， 注意啊，注意看，可能会少人啊。这个包包在干什么？我不入侵做任务啊。做任务？我没有，我考人，我不想自己单走。我这没任务。我们三看你做，你做吧。那你们跟我走啊？那你走啊？你们别走。不，你们看一波太有。哎，你们又不跟我走，你们又让我做任务，跟我走我不敢做。嗯，不，我做任务，我做任务。哎，走。黑皮什么身份？我感觉我们和他分开一下吧。黑皮什么身份？我是没有身份的。好，赶快。哦，等一下，赶快。网红哥死了。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哦。来，报。OK。这波王大谋发言，秀才哥杀了网红鹅，就是包包，他刚下去做任务，然后秀才哥往上走，我和马老师还有黑皮哥都看到了，这波没得洗，秀才哥跑不脱，过。小峰，我这边的话是开箱跟三三复活在一起，然后我说哦，然后他就。很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激烈的反应，说你别跟着我。所以三三应该是好人，我该哦，只是为了说哦，我终于有不是一个人复活了。所以我这边的话，一路上我就看到三三跟小温没了，过。好，在我看的话，这把秀才哥是跑不了的。我和马老师、王大谋，我们三个，然后刚和包包分开，然后他就死了。我们三个的反应，我们三个应该是铁好，统一反应。而你秀才哥，你是从下边上来的，尸体就在下边，你跑不了，听你洗，好吧，过。好，我不洗，我只想听马老师是怎么评价我这张牌的，好吧，过了。你这局必须出，你洗不了啊。然后我盘下一轮了，大谋一定做好，啊，黑皮一定做好。我是讲给好人听的，剩下来的好人听的。啊，为什么啊？他硬拆一个没拆掉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啊，死了四个人，也就是说双狼都开刀了，鹈鹕吃了两个，或者说一个狼开了两刀，鹈鹕吃了一个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那么你大谋是一定好，因为网红哥死了之后第一反应跟我是一样的，黑皮后面再说的，但是呢他没有作案的时间，大谋你懂吧？所以黑皮一定认下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匹狼和一个鹈鹕，是明摆的局。那么剩下来这个人啊，那么这在珊珊和小温还有小峰里面出，刚才珊珊发言了，小温他是在复合，对吧？啊，不，小峰在复合，所以这把呢，我们归票位啊，可以给到小温或者小峰，但我们现在要统一，因为小温发言其实可以不用听了嘛，因为这是死逻辑了嘛，对吧？他说话没有用了啊，所以我建议是票小峰，因为小温没发言。所以在二选一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尊重没发言的玩家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是没有逻辑的，只能去硬推小峰，对吧？啊，过。如果按照这么说，马老师、黑皮、王栋、大魔一直都是抱在一起的话，然后刚刚我是一开始是跟三三是比较抱的，后面是小峰是后跟的。那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，确实，我甚至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那我的嫌疑就在他们两个了。那这波我跟票过。我没发言，马老师，你看错了，马老师，我是最后一个发言。感谢大韦德的大火箭，谢谢大韦德，感谢。不是后排人不需要发言，这种局他发言他就是
带节奏的，你知道吧？除非你是傻鹅，你听他说或者让他说，就是傻鹅。哦，直接赢了呀！赢了，是吧？直接赢，游戏结束，牛批！结婚！哇！哇！我还打算开吃呢。老师，珊珊是呆呆鹅，他肯定会乱节奏的。我没时间说话了，总裁。死逻辑包赢的局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给他搅局的机会啊！你从发言上就把他打死了。神是外旋 Q 逻辑，对不对？没得聊的。哎，没猜到鹈鹕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猜的是这怎么是诈唬啊？我刚才把逻辑已经讲出来了呀。我是啥？对不？我又不是没说逻辑，我胡说又不是。感谢芜湖心理学天才的飞机，谢谢。我要给朱大强报仇啊！我要给朱大强报仇，所以说这绝对不是诈唬呀。我跟你分开。我说的逻辑是你们想一下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一点都没错的。没毛病。来，动刀，动刀，要动你就动，要吃你就吃，要么吃要么动，咱俩看谁动，要么吃要么动，哎，别养我，养我养不了，我不慌，哦，盘死逻辑，养我养不了，我不会养，我如果是狼，我直接就起刀了，对对，好，小峰来了，来了个小峰，小峰，我们沿着小峰的路线来看一下有没有尸体，没尸体，小峰可以扔，来，走吧，你们看吧，来，嗨，对不起，你宅不干净，谁报？赶快报，别等 CD 啊，这不怎么解释，就是说这一波怎么解释，这不干净，我和马老师从复活的时候我俩就走一起，然后紧接着小峰从这个实验室的通道就下来了，尸体就在上边通道的那个，有两个吧，有两个尸体全在那里，听你狡辩好吧，小峰，这波是出你的，过了。那有两个尸体的话，那双刀呗，那小峰是一个狼，我和秀才哥，大强旁边还有一个人是谁我不记得了，那我们是在一起的啊，没有在的那就是第二批狼，不，哦，我包包，朱大强有没有王大猛我忘了，然后我们几个是在一起的啊，过刁第一发言。秀才说包包王大谋啊，朱大强，王大谋有没有不知道啊，我暂且先认这个秀才的逻辑啊，因为刚才是双尸体在一块是双刀，所以秀才敢点出他的队友就说明什么，说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明的，对吧，包包那肯定是好的，因为要么呢他们就双刀，但是他包了三个人呢，包了三个人，另外一个人是一定把他们打死的，对不对，如果他们是双刀的话，所以说秀才这一轮发言直接带我们胜利了啊，因为黑皮跟我刁德一是好人，那么你秀才加包包是铁好，还有一个是王大谋或者朱大强，你跳出来直接把秀才这个逻辑给他证明之后，嘿，剩下的两匹狼就在你小峰小温还有珊珊还有王大谋之间，但是这里面有个小丑，谁会搅局无所谓，你搅没关系，先出小峰，警长在不在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自爆无所谓，后置位发言不用听，对吧，死逻辑，先出小峰没得聊啊，过这波我选了人票，为什么呢，因为这波我是单走的，但是我一开始的话是跟大魔一起的，然后我们两个都互相害怕，然后在我们是在最右边的那个雾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分开了，我想要做任务的路上就直接就抱了个鸡腿，时间没有很久啊，我的话那我跟票我过，我是还有一个人是我在秀才跟他们那，我在最右边做那个冲粑粑的任务，然后做着做刚做完那个任务就报警了，好吧，我觉得这一轮出小峰没什么问题，不，那这一轮我可以证明，我和包包在做扑克牌任务，珊珊在右边做锅炉任务，那么大强和秀才在左边看，那这一波我们都在场，秀才哥我在的，我在和包包做任务，那就听小峰怎么辩解了，但是辩解没有用，这波全票出小峰过，不是兄弟们，我去找人，我一个人出来，我是抱团的，我就看到马老师跟黑皮，你们相信我这把绝对不是我，你们瞅我也没用，知道吗，我是黑皮，我是黑皮是什么意思，他是黑皮是什么意思，
二四六。OK。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？开局凶可爱不怕，我追着我一个警长，我被吃了。没追着你，我想做任务，你太紧张了。你自己冲了上来了 ，CD 那时候你紧张了，你和珊珊一样，真的太紧张。我就想着做个任务而已，他直接一个跟我一样。是吧？无敌黑皮跟马老师说走，我们顺着小峰的路线看有没有尸体，啪，两个鸡腿，我都不知道那边有鸡腿。这没办法，游戏这没办法啊。可以，只有他是呆呆鸟这种情况，知道吧？不然是一定出小温、小风，对吧？就好人他也无所谓，但他偏偏是呆呆鸟，直接开枪就很难受。